看着架势又想套路我，果然看来扣肉都没想给我留，天天这么自私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哎呦我的妈！还藏两个不同的地方，你以为这就安全了？来吃饭。今天两个地方的肉，我怎么的也能吃上。哎呀，来，哎呦，咱家这是糟了灾了，梅菜扣肉就只有梅菜呀、啊，还吃肉吃肉，天天吃啥肉还吃肉？不废话，直接换过来。哎呀，咱俩挺有默契哈，我也冲了一杯。盆子下面的我还得想个办法。有主意了。哎，现在都这么明目张胆了，这真是还学会护着了。不过可惜选错边了。干嘛呀，一直扶着碗边，至于吗？没菜就没菜吧，虽然没菜但是有肉，又是被我拿捏的一天。我这次买的好吧？那咱妈都说了，咱俩还老加班熬夜，这黑芝麻糊呀每天早上都可以喝。姐妹们，我们今天喝的这个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，品质特别的好，关键是原来都是卖29.9到手这么三罐的，这一罐是500克重，现在直接19.9到手这么三罐，再给大家送上一套杯勺啊，真的特别划算，给你放在下方小黄车，80度左右的水给它一泡一冲就开了，平时上班上学呀，早上起不来床呀，当个早餐或者是说下午当个夜宵啥的都是可以的。这一罐还怪满了哈。而且它的配料贼干净，就只有这个黑芝麻、黑米、黑豆、桑葚和核桃，其他啥都没添加的啊。我也吃的差不多了，这剩下的面我就端走了啊。你吃吧。早就等不及了，我的梅菜扣肉，肉呢？哎，我肉呢？我这。